と言いたかった。ほら君が笑ってた。だったらもういいか。现在很忙哎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还问我有什么事？你看，看看这里。妈妈，你尿到地上了吗？犯人应该是你没错，还装傻。真是的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弄的？那是因为妈妈不会站着上厕所，小葵是小婴儿，不会使用厕所。爸爸人现在在公司，应该这样很好猜了吧？犯人是小葵吗？是你了，就是你。美呀，没想到竟然会被你识破，那今天就这样子放过你吧，再会。等一下，妈妈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。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，人家很忙哎。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这么忙？我在做摸来摸去，腾过来爬过去，有气无力的，这根本不叫忙。要我做什么了？还需要我说吗？自己弄脏的地点就要自己清理干净。厕所是很重要的地方，所以弄脏了不管，只会越来越脏。为什么我就是一定要这么做才行呢哟？如果你上厕所会注意，不弄脏，那妈妈也不用管你了哟。真受不了，我都已经流汗了，来喝果汁吧。等一下，你看地板也要擦干净。什么？有什么好抱怨的？另外还有。还有什么？既然都做了，就顺便学怎么打扫厕所好了。不要抱怨了，现在这个年代，不会做家事的男人是不会受欢迎的。就算不受欢迎，我也不在乎啊。这样吗？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就会被妮妮还有小爱讨厌的哦。哼，我对那种小孩子才没兴趣嘞。哦，这样吗？你好成熟哦，真是的，你这个歪理一堆的马铃薯小孩。既然这样，你也一样不在乎会被娜娜子姐姐讨厌了吗？娜娜子姐姐，对呀，连娜娜子姐姐也会讨厌你，没关系吗？关系可大了。所以说，还是认真学要怎么打扫厕所比较好吧。对了，如果娜娜子姐姐知道小新很擅长扫厕所的话，说不定会想要跟你一起扫厕所哦。想象一下，你跟娜娜子姐姐两个感情融洽一起扫厕所的画面。小新，我们开始打扫吧。娜娜子姐姐在旁边看就行了，我会把这里刷得亮晶晶的。让我来刷得亮晶晶。不用不用，这里交给我。交给我吧。这样我们一起刷。刷刷刷刷刷一刷刷刷刷刷一刷刷一刷刷刷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一直妄想下去了。刷所以呢，清洁清洁，亮晶晶晶晶，变成一间漂亮的厕所。这个虽然是也没关系，可是我有时候会对妈妈是不是小孩子这件事抱持着疑问。什么意思嘛？亏人家特地让你可以快乐的打扫厕所。好，完成了。剩下的就交给妈妈处理了。不行不行。如果娜娜子看到是小新一个人把厕所打扫得亮晶晶的，一定会更喜欢你，对你更有好感哦。那等娜娜子姐姐来的时候，我再自己做。不是平常就这么做就没有意义了。娜娜子下次来的时候看到被打扫得很漂亮的厕所的话呢？不会吧，这厕所怎么这样，干净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美牙姐还真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专家呢。
如果他这么说的话，不是啦，老实说，这都是小新一个人做的。什么？不会吧？小新真是了不起。没有了，这个没什么了。今天让人家对小新另眼相看了呢。真的？人家最喜欢可以把厕所打扫干净的人，让人家好想嫁给他哦。这样真的好可惜，小新非常讨厌打扫，就连清洁厕所都不会，真的很受不了。这样就不能嫁给你了。现在马上扫，马上动手认真清洁，我要把厕所扫得干净净，又又清洁，又又又清洁，又扫厕所，又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又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又刷刷。看来是干净，仔细看就有脏。厕所的王道是美牙偷来肚子的脆弱，是美牙的烦恼啊！卷卷刷刷，你的废话太多，给我安静打扫，拖拖拉拉下去，太阳下山喽！哟，总而言之，用力擦，把王道都擦掉，擦擦擦掉，擦掉擦掉，刷刷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又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根本擦不掉，但是你不用心，明明是美牙平常都偷懒呢。如果是玩够就用清洁剂浇了之后再刷刷擦擦刷刷擦擦刷刷擦擦，因为脏了还不清才会变成玩够啊。结果就给小孩子在旁边看，别诬赖人了，不喜欢可以不作用，如果不想要被当娜子喜欢的话，那就不要作用。又又当然不行，又又又我愿意作用，再清洁剂刷，再清洁剂刷，一心一意的刷，再加清洁剂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又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又刷刷，擦擦刷刷。这些黄垢水垢虽然很难对付，可是我们小新也很努力哟。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又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刷刷，擦擦又刷刷。哇，顽固又能够的黄垢水垢终于被我刷掉了，妈妈如何？哎呀呀，好厉害，小新真了不起哟哟，果然厉害哟。嘻嘻，我果然是能干的孩子哟，愿意就能做好新娘，就是娜娜子，我要和娜娜子结婚喽！又又清洁又又又完毕又。哈哈，哈哈 ，Thank you 大家，我最真诚的心，你们大家都收到了吗？各位观众，有没有很嗨呀？耶！坐在后面的观众，你们也收到我的爱了吗？在用刷子清洁，小葵吓到了，盯着看，目不转睛，亮晶晶哟。家里传来的，人家刷得亮晶晶的哟。嗯哼，看来今天我们家里也很和平。我